螳螂拳、响声拳的一种。七分钢，三分肉，以钢为主。螳螂的那一刹那的出手很快啊。要有爆发力，干脆利索，不能拖泥带水。螳螂当车，它不往后退的，一直用我往前。传说明朝末年，一个叫王朗的，当时范清复命，他呢模仿着螳螂扑蝉的动作，创编了螳螂拳，然后教了胶东地区人。从王朗那说，我是第八代传人。螳螂拳的特点，有门顺门而入，无门破门而入。两一脚手有空隙，我顺着空隙就进；没有这个空隙的，我直闯也得进，就破门而入。螳螂的背很长，所以要求练螳螂拳的人一定要腰很灵活，背要弹到极限。七岁练武术，十六岁进省队，三十一岁当武术老师，一直没离开武术。教练嘛，要传道授业啊，接货。来，大家鼓励过来了。你要传你的本事给他，不能有私心。当年我练武术的时候，老师要求的是在训练上呢要刻苦努力，做人老老实实。那我现在当老师了，我是这样，你选择了武术，就等于你选择了吃苦。我这个老师就是一棵树啊，所以当老师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把自己这个树好。八十年代啊，当时设置组里边呢没有武打指导，缺这方面人才，很多电影厂给我发出要求。山东电影台拍这个《水浒》电视剧，选我去做武打指导。作为武打指导，只能按照武术的最大的能量去安排武打。唰飞过来，唰飞过去。其实武术人达不到这个水平。武术是一门科学，是一门理学，它是个文化，不是个神话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说还应该是就是做人要诚实啊，咱不能来那些假的，那也是武术人啊一个最基本的东西。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当好一个武术老师。用腰来的，总该有腰啊。哎，有腰。我觉得有武术这一个吧，真够学一辈子的，研究一辈子。到如今我七十八岁，从事武术应该说至今没断吧，七十一年了，自己还觉得还应该好好学习。练的时间越长，就觉得自己缺了很多，因外有因，天外有天。只顾攀登不问高，